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我们试着探触生命，当我们喝茶、走路、坐下、插花时，深深的关照。成功的秘诀在于你能做自己的主人。当你呈现你本来的面貌时，你就如实地活在当下。人生就像在大海中的孤舟，漂浮不定，何其短暂与脆弱。是因努力掌握自己的方向，坚定自己的意志，在短暂的生命里创造无限的永恒，在脆弱的生命中证得至刚博大的离体。路自己领会到，使我生命受害的，竟然是我最得意美丽的脚。而能够救我的，却是最不起眼的四只脚。可是现在脚已经被攀住了。这个马路就打怕没那让着
无常是好事情，没有无常，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。有了无常，每一扇门都为变化敞开着。四心不如那嘛真，与万事万物为一体，欣赏自然。生命本身中的每一刻都会是一件艺术品。就打怕没那让咱因果相加一切众生的幸福与快乐，皆来自佛陀的法教。因此，要研读经论密续，并听闻上师的开示。在吃饭时，尽量不要贪着美味。心性修习大车书中说，进餐时应当以四想而享用，于食物作不净想，心中升起厌烦想，为利益腹内虫类而食想，身体作驶向菩提果之大船想，不应以增长贪爱之心来享用饮食。
通常修行后将功德回向众生时，可按照普贤及文殊菩萨的方式来回向。你就让我们都是千年就是那么多么久呀。以他们的知识及智慧来回向，便可积聚智慧资粮。没有一个人能妨碍你，使你不能按照你的本性去生活。打开心灵那扇窗，你将会发现，原来快乐与幸福是一种感恩、祥和与宁静的心灵状态。路径一头跟几路人的一个路路路。心就是佛法，平常心也是保护自己身心的妙法。佛陀一再提到修行上善知识的重要，这是为了使我们能有和正念、内心平静的人学习。
菩萨给予饥渴者饮料，以使接受者熄灭情感的贪欲。学佛是心灵的净化，学佛是生命的解脱，学佛是福慧的圆满。学佛的目的就是要鼓舞自己，激发自心中光明的力量，做自己生命的主人。为什么不尽全力于如何使意外事故成为有益的功课上呢？因为那样，你便可把它们善为利用，转祸为福。
各位大德阿弥陀佛，生命电视台一打开，哎呀，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，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，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，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。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弘扬佛法，对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心生命电视台，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出钱出力。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普度众生的好的节目、动画、连续剧，请更好的法师，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，可以买更好的配备，制作更好的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，普度众生。所以各位多关心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，虔心供养福田僧，摄心闻法智慧开。虚云老和尚云：佛法二宝，乃僧宝扶持。若无僧宝扶持，佛法二宝无人留步，善根无处培植，故此斋僧功德最大。斋僧之目的，护持僧伽安心办道，住持正法，弘法利生。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于民国92年成立，秉持供佛斋僧为宗旨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，僧宝弘愿利有情。自民国93年起，历年于林口举办国际供佛斋僧大会，至今既有17年，每年僧伽应供人数平均为7000余人。多年来，国内外供养僧宝人数已逾40万余僧次。109年，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，林口斋僧大会停办，功德会为四世供养寺院及道粮。去年赴结下安居的寺院道场、茅棚及佛学院供养三宝。109年7月2日，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，功德会于海山寺顺利举办花东供佛斋僧大会，吉祥圆满。供养花莲暨台东地区寺院的诸山长老、法师计有500多位。9月11日，净缘护法会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护国习斋千僧祈福大法会，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。12月15日，于屏东潮州妙光禅寺，由台湾佛教总会、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、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护国习斋全球除疫消灾祈福超荐无遮大法会，功德会亦亲赴供养400多位僧众。国外供僧方面，功德会以汇款方式完成供养偏远贫苦印度锡金邦地区寺庙喇嘛僧众560位，供养不丹东部寺院约1200位僧众，供养西藏地区10余处佛学院及闭关中心约3000位僧众等，合计供养国内外约计育有10000多位僧伽。三宝的本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就是空性的智慧。供养三宝可以得到5种利益：身相端庄、气力增盛、寿命延长、快乐安稳、成就变财。东山高中董事长悟元长老曾说，斋僧其实是在斋你自己，你在成佛道上，你在广辟你的净土，你将来的佛净土就在此时此刻完成，不是向外，一切一切就是为自己，功不唐捐。供佛斋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。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尚未趋缓，110年林口供佛斋僧大会决议停办，功德会仍依循每年模式
供养国内外结下安居寺院道场、茅棚、佛学院的僧众。今年预计国内共僧行程：一、5月8日于屏东妙光禅寺，由中国佛教会启建万缘护国喜灾祈福法会，约800位僧众；二、8月29日于南投举办共僧法会，预计供养约500多位僧众；三、10月17日于花东举办供佛斋僧法会，预计供养500多位僧众；四、供养一些结下安居寺院道场及佛学院等。国外共僧以汇款方式：一、大陆西藏地区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供养3000多位僧众；二、印度，含南印度、北印度、西京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，预计供养3000多位僧众；三、不丹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，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；四、缅甸寺院及佛学院，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等。落实佛陀智戒的本怀，依律行持，正命生活，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都能得到充足的衣物、饮食等，使其安心修学办道。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是国际性的组织，不分种族地域，所谓捐滴汇为无量功德海，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与愿力，会为无远福界的功德力遍照法界。除每年举办斋僧大会，善款亦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、偏远地区或茅棚僧众、道粮、医疗、僧伽教育基金之用，以达真正护僧目的，安心办道，无后顾之忧。我们借慎落实斋僧精神，凝聚众善为万丈菩提星光，有如汇聚照亮十方共僧行。斋僧之意，是以清净至诚心，敬备僧物与饮食，供养十方僧众，以此功德力，能济现世父母福增寿长，过去7世父母、6亲眷属得出三途轮回之苦，获得解脱。功德会18年来心无疲厌，护持三宝，弘宗典教，连结十方善念，借由供佛斋僧的殊胜功德，回向法界一切有情，令所处世界一切祥和。捐滴财布施，有如海纳百川，流入汪洋大海，共僧之福，善行随喜，都有您一份发心的功德福田。祝福您60吉祥，福慧真源，身心康泰，随心满愿。菩萨云集现妙供，归敬三宝最吉祥，斋僧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护持三宝共僧，请汇款至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。汇款账号：一、邮政划拨账号：1982-3420，1982-3420，户名：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。二、台湾银行中和分行账号：0660-0103-1667，0660-0103-1667。